一鸡、二鸡、三鸡、四鸡，我们是废四鸡。现在回收废四鸡很简单，除了可以请回收商回收外，也可以请购买新机制厂商有免费逆向回收服务。目前免费逆向回收的电器包括有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、冷暖气机。业者免费逆向回收需要向业者购买同类型同数量的家电用品。废家电免费逆向回收不含将回收物移出屋外的费用。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，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办理。